相恋换，请我解着三弄颤，农村事情来播报，再给大伙唠一唠。主播大想不听，请我另类说三弄，农村又有新事物，留守扶南为寡妇。随着改革和开放，农村又添新景象，一种社会的病态，农村风气也带坏。为寡妇来说一说，留守扶南也增多，农村常见的现象全都后来这居上。留守老人和儿童，新的焦点又形成，留守儿童老人后，新的问题来承受，这些现象很苦恼，影响范围也不小，这些现象来回聚，提醒国家要注意。农村那些为寡妇一定要引起关注，丈夫在外去打拼，媳妇儿独自在农村，被人叫做为寡妇，其实都拥有丈夫，夫妻两地来分居，家事变成都磨叽。家庭扶南正相反，妻子打工来回转，丈夫留守在农村，妻子在外面打拼，妻子外面去打工，每天忙碌不轻松，丈夫在家也辛苦照顾孩子和父母。两种现象来分化，家庭结构变化大，农村占比非常高，事出蹊跷必有妖，这种现象不改变，家庭早晚会搞乱，夫妻离得又离心，感情变淡闹离婚。两种情况都泛滥，社会问题也出现，夫妻不能来陪伴，滋生很多的隐患，地痞无赖来欺负，家里田地也荒芜，媳妇儿身心受伤害，巨大阴影也存在，家庭扶难也很难，家里家外忙不完，一把屎来一把尿，养一孩子出强暴，又当爹来又当娘，漫漫黑夜太漫长，一把心酸一把泪，又有几人能体会。可叹现实太无奈，各种问题都存在，虽然各种不情愿，却没能力去改变，期盼政府多关注，促进农村大进步，基础设施来改善，经济振兴来实现。农村建设要加快，资源紧控别懈怠，拉动经济的发展，就业路程来缩短，扩大就业的机会，在家赚钱亲人陪，激发农民积极性，农业发展有作用，安心农村来就业，真心生活卖太极那个卖太。农民就是累，农民就是累，地球人都知道我做人很狼狈，金钱是玫瑰，是带刺的蓓蕾，让人尝尽缺失的苦水。农民就是累，农民就是累，全世界都知道你赚钱很疲惫，用你的汗水来换真和美，农民受苦受累谁安慰，谁安慰。